店。那里最好的饭店是 Double Tree Hilton， 哦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好像是希尔顿，可是它是希尔顿下面的分支哦，所以其实房间不大，非常的简单哦。它比较，它其实只有四星低阶的那种规格哦。那旧城区呢？哦，旧城区就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旧城区住的。